水袖是中国戏曲特技之一，是演员在舞台上表达人物时夸大延长的手法。长水袖讲究的是大的画面和造型和一些技巧。出袖如长虹贯日，力量直达袖头，出要出去，就像这样。收袖如引火引蛾，力量层层回收。出要出得有力度，收要有序，一折一折回到手中，这就是长水袖的讲究。我十岁从艺，至今30多年，每年演出都400多场。我想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剧长水袖，是让更多的人，全世界都了解中国的戏剧绝活。2014年，我以10.16米的长水袖，成功申报了扛旗世界纪录之最，目前还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。最近几年，好多年轻人通过看我的水袖表演，慢慢的也喜欢上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长水袖。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、传承、发展和创新。我个人认为，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为根基，发展为生存，创新才是灵魂。我作为戏曲演员，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，弘扬我们戏曲文化，弘扬长水袖是我的责任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，了解长水袖。